明哥，生日快乐！この電車は。今天才想到抵达，你昨天又去约会？不是，昨天晚上。那是那个化妆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很超大杯。今天不是5号吗？对啊，但我想说只有这个时间。哦，明天没空。没空。为什么？不是没空，明天有安排。没有安排啦。